热情的掌声，谢谢，非常谢谢我们台湾新移民文化交流协会为我们带来的中东肚皮舞。好的，接下来呢，我们要邀请到的呢，是我们的非常非常可爱的小朋友们，他们刚从德国表演回来，大声的告诉我们，我们是什么团体？新生代舞蹈团。是的，新生代舞蹈团今天为我们带来的是什么表演呢？可以大声的告诉大家吗？婆姐柚子。是的，婆姐柚子，其实呢，婆姐柚子呢，她是在保护我们的，她今天来到这里也算是一个祈福的舞蹈，来为我们的新生儿做祈福，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他们。